好，以上是0123A M6 杆子换 M8 的杆子，那个换的过程。好，我们先进气，然后扳机按着，打开前管。你说你有东西吗？放心点。啊，那我们要换这一支。那这一支杆子其实是用逆牙设计的，所以要反时钟打开，顺时钟打开。这是逆牙，然后换上 M8。啊，缩紧。好了以后呢，这个杆套也要换掉，不然没办法套进去。然后锁上去。那这边前面呢，要记得先锁紧。好，那在这边最重要，这边非常要注意，就是我们现在是用 M8 的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调要调到三圈。哦，这里至少要3mm，否则会出现问题。好，那这样，以上就是换杆子的过程。